台南，一座集荣耀于一身的城市，在这片土地上，历史、自然、农业、工业、艺术和科技共冶一炉，形成了这座城市独有的理性和感性，创造出属于台南的辉煌和光芒。穿越400年的历史，不同的族群文化在此交汇，为这座城市增添风采，并充满个性。台南以丰富的美食闻名，街边小吃是一道道台湾的风味，也是满意的人情味。美食成为生活的缩影，更成为台湾之光。嘉南平原为土地上的人们带来丰收，麻豆文旦、关庙凤梨、玉井芒果等特色农产物不胜枚举。海岸线、湖泊和山脉是大自然赋予的飨宴，丰富的西湖和沙洲等地理景观在夜幕低垂时闪耀黄金般的光芒。这里不仅是台湾的历史起点，也是台湾与世界接轨的起点，陆运、海运、空运无缝接轨，带动现代化工商业的繁华景象。农业与科技并进，半导体成为未来经济的核心。我们再次聚焦世界的目光，展现辉煌未来。历史遗迹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，城墙红砖诉说尘封的历史，威严建筑隐藏历史的力量，博物馆和艺术中心提供丰富的文化体验，展现艺文的多样性。信仰是人们心灵深处力量的泉源，闪耀着希望之光。依循信仰而来的民俗活动、传统工艺以及当代艺术，共同为时代添加色彩。台南是文化古都，也是崭新的科技之都，丰富的文化遗产、街头小吃等，更被国家地理旅游杂志列为2024年最酷景点名单。台南累积了400年来无数个努力与幸福的故事，让城市不断演变，造就一座光荣的城市。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，再次用台南的光，让世界看见台湾。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，2月3日到3月10日，邀您一起来台南赏灯。